只有战斗是优点，拜托，战斗是优点非常困难的。什么叫只有战斗是优点？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战斗是优点的游戏非常稀少，多数游戏的战斗都很无聊、哦，包含三 A 大作，好不好？能把战斗变成优点的是只有少数游戏哦，非常困难。他的战斗稍微好玩已经算了不起了，值得鼓掌。但有一些三 A 大作当然是战斗做的好玩的啦，哎、欸，像刚刚有人讲，哎、欸，魔物猎人。这个就是战斗做的好玩的，只有战斗是优点，已经是最高称赞了。大部分都只能夸美术，平常都只能在那边夸他的美术好。林超怎么不找我工商啊？妈的，我这么多优点可以帮他夸。以这款的目前市面上的评价，我也会更烂。剧情全部跳过会给更高分吗？会吧。就你的玩法其实还行啊，跳剧情的话可以玩得更顺遂。懂了，剧情不好就改跳过剧情，玩法不好就改自动战斗，没有错。各位同学知道怎么做了吗？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剑与远征。但是这种游戏也还是真的蛮多人玩的、啊。我老实讲，要放置的那种战斗 RPG 游戏，还是蛮多人玩的、啊。反正你就生一堆色色香香的角色就好了。角色不好看可以抄袭吗？那可能不行哦。啊，这种游戏你在家玩，妈的，不如开《艾尔登法环》来玩，不如玩《黑暗灵魂》，不如玩《快打旋风》。还在外面玩，靠腰，你有空在那边拿着你手机烫的要死，然后在那边飞来飞去，上下找东西吗？超麻烦，好不好？唯一玩的时间点是什么？唯一玩的时间点啊，就是你女朋友叫你陪她看《甄嬛传》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坐在旁边玩这个游戏。没女朋友怎么办？那你就没有必要玩这些游戏。听起来好像我爸跟我妈的相处。杰哥觉得哪一款手游最好玩哦？最好玩吧，我目前玩过最好玩的手游应该还是 FGO， 至少它的剧情确实是很好看。其他的可能就是每个项目做个70分，但是可能就真的也很难说真的很好玩。它算手游吗？就它剧情真的很精彩。不是啊，你要这样讲的话，枪弹辩驳算游戏吗？枪弹辩驳也几乎都文字啊，稍微给你射几颗子弹而已。飞海天空，飞海天空也是有高达80分以上，好不好？可以吗？不要这样，飞海天空永远活在FGO 的阴影下。不会啦，不一样，两个都是我很尊敬的作家，一位是麻之准，一位是奈须蘑菇，都很棒，好不好 ？OK， 两位都是我喜欢的作家。蘑菇采访是很推铁道剧情，杰哥不评论一下铁道剧情吗？不是啊，他能在采访的时候直接说铁道剧情很烂吗？不可能吧。小岛秀夫的你搞不好还可以看一下。小岛秀夫之前啊说他要看去看蜘蛛夫人，然后他没有对于此做出任何评论。那代表蜘蛛夫人好看到说不出话来。之后要不再玩哦，总感觉可以找时间再玩一下，但又有一种没有到很想玩的感觉，好微妙。但是流量不错，我们是这种为了流量就玩游戏的人吗？好啦，感觉好像可以再开一次，我们下次再开一次好了。杰哥竟然向流量低头了？没有，我们是为了要做明朝的十大缺点，要好好的体验才能制作这个节目啊。没出怎么看好？对不起，我错了。好，没有没有没有要出，没有要出，对不起。有工商是不是改十大优点了？没有错。这个红红的这一只，它的第一个技能有教学关卡，三下连端。許さない。 OK， 它的这个上面这个技能可以算是有点像无双的那个强攻击。没元素反应，我都不会玩。杰哥不是战 A 派的吗？那角色手感差不多没有问题吧？但你要给我一个喜欢的手感，我可以挑一个我喜欢的手感跟人家战 A 吧。哎呦，出大事！啊，人没了。他是不是就跟阿布德尔一样，下一秒钟啪的？手游能在玩的久的决胜点还是在剧情吗？神魔之塔的剧情吗？因为我真的没有深入玩过啊，有剧情是不是？但很烂，
那我觉得应该就不是，但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好的，怎么感觉不是我？剧情应该不是唯一选择了，因为其实还是蛮多游戏，像《猫战》也很久啊，《猫战》十年、欸，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也不只有剧情而已。我只能说剧情是一个方向，但它不是唯一，是一个可能性。但是用剧情，靠剧情走十年的。应该不多，应该不多。早めに片付けよう。我是可以用这一只的技能来回这一只的血吗？我要怎么回这一只的血？上来开技能，我刚上来开技能好像也没回血。我要怎么回这一只的血？没得回吗？这么狠的吗？长按战技。按两下，他这样回到吗？所以才叫我玩家学。哎呀，没事啦。现代人哦，是拿到说明书也不看，直接先开始装柜子的，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人。挺有趣的，这个难度玩起来比较舒服一点。这个角色看起来综合病太重了，只有战斗是优点，拜托，战斗是优点非常困难了。什么叫只有战斗是优点？再想一下，战斗是优点的游戏非常稀少，多数游戏的战斗都很无聊、哦，包含3A 大作，好不好？再想一下，能把战斗变成优点的是只有少数游戏哦，非常困难。他的战斗稍微好玩已经算了不起了，值得鼓掌。他比如哪个3A 大作，我不能说，我不好说，我不方便说。但有一些3A 大作当然是战斗做的好玩的啦，像刚有人讲魔物猎人，这个就是战斗做的好玩的。只有战斗是优点已经是最高称赞了，很能称赞他战斗好玩的真的是极少，大部分都只能夸美术，平常都只能在那边夸他的美术好。林朝怎么不找我工伤啊，妈的，我这么多优点可以帮他夸。哎呀，真的是哦，库洛没想通，没想清楚啊。库洛觉得人设如何？觉得比原神好，比战双差。我觉得比原神好，跟战双不熟，可是这个战斗好又只是相对好。对啊，所以我就说啊，他就是高分了一点，但他没有办法到真的很高分。我只能说，手游终究是原罪啊！为了成为手游，他只好要变得不好玩。我要每日任务啦！明日方舟战斗挺好玩的，还行，塔防游戏不错，有玩过一阵子。最大的缺点要来了吗？每日任务吗？还是什么？还能实抽吗？我应该可以再实抽吧。法环出手游会玩吗？肯定会玩吧。只是法环出手游感觉也会被手游的原罪弄得不好玩。干你娘，为什么爬不上去？就快了，爬上去。我操，通天术的重要性。哇，找不到这怎么开。他肯定打不过我，太棒了。哎呦，死掉了！我操！哇，真的是完全没得打。哎呦！我旁边是不是有储存点？哦，我刚刚在这复活哦啊，所以在我这个方向。OK， 好，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没注意到。我要回家，重来，快送我回家，快！干我傻智障了！結論に至らなかった。超分析師。有双圈的可以用弹刀。有咯去咯。我靠呀！
哇嘞！哎，我操！还要下来 ，OK。上去还会再下来，再下一把好了。検証失敗。杰哥的比较好玩呢、欸，确实，我玩的比较好玩。啊，为什么玩原神那么敷衍，玩这个这么给力？我原神那么敷衍，我玩了三个多月。我原神那么敷衍，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哎呦！哎嘿嘿！哎，奇怪，为什么会玩到没血了？我刚才被摸到一下吗？我靠！我操！哎，不要！怎么回？干！我快要被自己的技能削死！哎！我靠！被啊卡住了，真的是老了。快了，快了，快了！打掉半血了。为什么杰哥的看起来比较好玩？干！我就比较会玩游戏哈，我可以找到游戏变好玩的方法。你才是挑战者，收服他，太爽了！好神，不错，这游戏挺好玩的，挺好玩的。这个我要向他道歉，他是蛮好玩的。我可以召唤他吗？怎么变好玩了？重新投票，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乱改，还是要尊重名媛守卫，实用至上主义。是不是快哉史上开最久的一次？好像是。谢谢我把法王 DLC 给退了，不能退。好。これも音の力ね。哦，马上就可以用我们刚刚拿到的魔虚罗，赞赞。行こう。不错，快乐。明朝法环你才是挑战者、欸、奇怪我要怎么开这个东西旁边也没别的东西可以用啊、嗯、奇怪站上去用远程哦哦哦哦哦哦哦用远程射我看一下哪边有怪我来玩一下就是你哇直接打半条不过主要应该是等级差的关系哎、欸、还没可以拿它收集你的宝可梦。法环之后要在明朝的影子底下。哇，赞！我们就是在享受我们刚刚获得的战果，好不好？怎么突然觉得好像操作变溜了？好像突然会玩这些角色了。这里面有王吗？好玩吗？不错，有点意思。哈？干嘛干嘛？什么意思？哎、欸？哈？哦哦！哟！哎、欸，靠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突然鬼转 Ori， 他这种动作游戏的关卡、啊、可以多注意点。好哟。行くよ。これも音の力。チャンスはあるはず。砕け。收服，收集新帕鲁。これも音の力ね。怎么办？我是不是找到有一点点意思了？全部的光点，嗯，狂妖啊，在哪？
对啊，奇怪，怎么玩到现在才开始觉得有点乐趣？怎么前面一点乐趣都没有？也不能说一点乐趣都没有，就是没那么有乐趣。这游戏有几个 FGO？ 这个半个 FGO 吧，没自动，剧情又烂。这一款是所谓的未来吗？值得努力。兔子，兔子，兔子，兔子。哎呦，没抓过。直接帮忙射箭。地图右边有一只 BOSS， 你们真的以为我要一直打 BOSS 是不是？我是这么自虐的人吗？有人20盾打85的石头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先不要，先不要。今天要打的 BOSS 结束了，剩下就随便玩一下。你这样让大家发现无氪比较好玩，魔术该怎么办？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一緒に戦おう。許さない。靠背。靠背啊！哎，靠！别别别！来按这个。くらい。哎，靠背，不是不是。这样。ラッキー。不能说真的很好玩，但我只能说有点意思。意思。ともれ。要开小号上巴哈了吗？不会。哎呀，你看看明朝，你做错了，应该要发我工伤的。靠北！しまった。我操！私の出番。为什么觉得2060比我顺？干，我也不知道。いいもの出ましたね。我玩起来好卡，看得到内裤吗？这游戏看到内裤，哼。看起来也是蛮极限的啦，他也没什么内裤给你看啊，下面看起来就没有建模，没有啊，他是有穿裤子。我爱白痴大腿，请杰哥帮忙放大招，然后大招。好，来摸一下他大腿，转视角会头晕。我目前玩下来觉得还可以，好了，快乐，觉得好像怎么说呢，可以再花时间玩一下的感觉。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看了，今天开台开到这边，大家晚安了，大家拜拜。